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瑞安科技的 ST4-TB3， 这个是四倍的储存装备，具有瑞零、瑞万还有 JBOD 的功能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包材，这个是它的外箱，看一下里面的配备。这是它的零件盒，那可以看一下里面内部，这个是包材，好，一批防撞。还有这个是ST4-TB3 本体的一个塑胶袋，是包材部分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零件盒，看看里面有哪一些东西。这个是它的说明书。这是它的电源线。这个是 Thunderbolt 3的 cable， 这个呢是 ST4-TB3 的把手，主要是锁在上面可以让你携带方便。这个呢是锁硬碟的螺丝，这个是脆的钥匙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本体。这个是 ST4-TB3 的本体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下面有四个脚垫，背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脆盘，打开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可以锁 3.5 寸的硬碟，或者是 2.5 寸的硬碟，这是随时用的，看要用哪种硬碟都 OK。看一下前面灯号部分，前面四个脆的旁边呢，这个是硬碟的灯号，然后这个是整台机器的电源灯。那在后面的部分呢，这是电源插孔，这是 power 开关，防盗锁，然后这是两个 Thunderbolt 3的接头，这是 display port 接头，可以让你接荧幕，还有一个9公分的风扇。以上这个是 ST4-TB3 的介绍。